前都有人推薦嘉昇話喺順德陳村呢一邊咧有一個好正嘅海鮮城，可以媲美黃沙海鮮市場嗰個虛撼嘅情景嘅。咁就係、身後嘅呢個海鮮城啦，開業咗幾年，生意好火爆，一到咗啲海鮮咧，冇聲會俾人賣曬噶啦。扎扎林睇下先。到嚟咧，地方就足夠大噶啦，幾條拉可以俾你揀，可能眼花撩亂你會揀到。再加上啊，好多靚嘅海鮮啦，同埋啲國旗有嚟自唔同國家嘅產品啊，應該係咁嘅意思啦。好重！哇，你话唔痛？嗰啲壳嗰啲筋嘅大佬喂，我呢只几重啊？九斤到啊！九斤到啊！嗯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哇，有啊！哇！佢哋比较巴闭，佢哋就系嗰啲即系嗰啲供应链嘅源头啊！即系话佢哋话好多嗰啲海鲜城啊，都系喺度攞货嘅。佢欢迎大家系落手落脚，自己去挑选呢一个海鲜嘅。你自己拿起身，自己买都系冇问题。即系我哋平时咧，即系话嗰啲海鲜咧，空运啊，过嚟呢一边啊，都唔知系真定假嘅。但系呢一个咧，实实在在系见到佢咧呢啲航空嘅标志，的确系真系空运过嚟嘅。嗯，买嘅。冰档推英文嘅。好大隻啊！我呢度好大條啊！超大條啊！波龙打紧特价88蚊一只，即系性价比会比较高，啊、即系好多地方都有噶喎，北美啊，吓、啊，北美、南美、非洲，边度都有，200多种啊，喺宝树仓直接过嚟嘅。宝树仓几远啊？即系喺对面500米到啊。就喺对面嘅咋？咁近嘅，可唔可以我哋过去睇一睇有啲咩咁巴闭嘅嘢？睇落光澤啊，同埋呢個韌度啊，都係新鮮嘅狀態。而且比較突出嘅係咧，68蚊一斤，性價比都可以嘅。當然我哋後邊仲有好多勁嘅菜式啦，呢個係頭盤嚟嘅，我覺得。阿拉斯加帝王蟹喺呢一度咧會有三食嘅。真係鮮甜啊！嗱，嗰啲肉一絲一絲嘅，絕對係新鮮。好啦，下一個咧就味道相對咧會濃郁少少嘅胡椒焗啦，呢個係，嗰啲蟹肉，哇！呢個係整起身好嘢味，而且佢仲有啲紅葱頭啊，會更加甜。其他地方好少食，呢度個大廚嘅出品咧，好食過黃沙海鮮市場。喺呢一度咧，你可以食到佢嘅高品質之餘咧，其實佢嘅性價比好正嘅。咁大隻、品質咁好嘅帝王蟹，208蚊。其他地方我記得一下，可能都要300多蚊。嗱，只波龍咧88蚊定價比啊，真係正啊！而且咧肉質係夠鮮甜嘅，千祈唔好覺得佢細只就冇乜肉，其實都算係淡淡肉嘅。深海龍等呢一度咧係新鮮嘅開片蒸，好食喎！真係好食，輕輕勾起你對川菜嘅嗰種流口水嘅味道，之餘嘭嘭聲啊，帶你翻嚟順德菜嗰種感覺。呢個食法真係
未食過咁樣嘅配菜同埋咁樣嘅食材，點解會溝埋一齊？當初點解會咁？因為傳統係清蒸，清蒸嚟講邊度都有，食咗好耐啦。係啦，食咗好耐啦。咁我哋咧要將啲新嘅食法咧帶俾顧客咧，係對我哋呢個海鮮重新一個認知。好奢侈啊！佢哋會揾啲頂級嘅海鮮去做一啲唔同嘅嘗試。咁啊，加工費點樣計啊？係10蚊斤。清蒸啊，白灼啊，一間其實開咗好多年都好火爆喎。係啊，我哋都開咗有7年嘅啦。舊年咧就開咗間新店，就喺又係順德榕桂。呢一度咧，頭先阿大廚佢話幾廿年嘅配方。所以有啲人話擔心，哇！你咖喱會唔會搶曬啲海鮮嘅鮮味啊？放心，唔會搶曬，爽啊！各位今天都真的見識過，打開眼界。首先它的味道是順德星級大廚去煮理的，所以味道一定是好的。再加上他們的這個職工就在對面，就是這個保水區，所以他們的食材真的很新鮮，性價比又高，這個也是很正的。再加上距離講老實話很近，在廣州開車過來20多分鐘左右就到了。最後一件事就是他們有配送的方式，這件事很多其他商家做不到的。例如話，你想嗌佢哋送俾你，量少又好，量多又好，佢哋都有唔同嘅配送方式。打個電話問佢哋，佢哋一定會有方案幫你解決。好啦，呢度係品嘗記，現廣州，我係嘉昇，希望同大家一齊發掘更多好嘅美食。